这一定是男生看了停不下来的趣味比赛，只因它可以让你暂时忘记一切烦忧。它看似是小孩活动，但实则是给大人们玩的。老 baby 们驾着无动力无刹车的纸扎车一路滑行，停车只能靠翻车或绞杀。废话不多说，继续看比赛。这场是荷兰法尔肯堡的下半场，现在上场的是第十一号选手，他们的主题名为光，两人的扮相好像是外星人。车子的设计相对简单，采用了前窄后宽的设计，第一个跳台过得很稳当，速度看起来挺不错的。接着来到第二个跳台，我去，要报装备了。先报了一个驾驶员，接着又报了一个乘客，直接扎进了观众席。好家伙，这一番操作太秀了。再来看下死亡回放，驾驶员由于颠簸直接被甩下来，乘客眼见驾驶员没了，想抓住方向盘，但速度太快，然后就直接飞了出去，实在太好笑了。继续看第十二号选手，他们的车是一根木头造型，第一个跳台虽然没有出问题，但经过障碍物时就发生了碰撞，右前轮直接就废了。此时驾驶员好像已经坐到了地上，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能走，地上都蹭蹭的冒火星子，也是醉了。来到第二个跳台，好家伙，什么东西飞了出去，好像是轮子，实在太好笑了。最终竟然就这样滑到了终点面前，然后拖到终点，总共用11分15秒。继续请出第十三号选手，他们的车好像是热狗造型，第一个跳台没有出问题，通过障碍物时差点就翻车，不过还是把握住了。接着来到第二个跳台，我了个去，飞得好高，666啊，这都没有翻车。接着即将到达终点，我他妈来了，好家伙，还是翻车了，总共用时52秒，还不错的成绩。接着看第十四号选手，他们的车设计的比较窄，这种车的痛点就是一旦速度太快，稍微转方向就会发生侧翻，经过第一个跳台就能明显看出。好家伙，话还没说完就翻车了，不过好在车子没有损坏，还能继续上路。即将来到第二个跳台，这里完成的还算不错，不对，后轮废了，笑死我了。最终工作人员直接帮他推到了终点，总共用11分26秒。继续请出第十五号选手，他们的主题灵感是乌鸦，设计方面相对简单，第一个跳台没有出问题，速度很快的通过了连续障碍物。即将来到第二个大跳台，好的，完成的很不错，最终直接冲过终点的跳台，然后靠撞车停车，用时仅有34秒，这是目前法尔肯堡的最快成绩，估计有希望拿名次。继续看第十六号选手，他们的主题名为飞翔的荷兰人，确实是满满的荷兰元素，前面的跳台和障碍物都完成的不错，只不过到连续障碍物这里时，车上的装备就爆的差不多了。接着来到第二个跳台，好家伙，持续爆装备，最终用时48秒抵达终点，身上的东西也几乎爆完了。接着是第十七号选手，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老哥在才艺表演时当众向女友求婚，评委们也直接给出了满分的表演分。这波不管比赛有没有完成，这老哥都是本场最开心的男人，而他们的车也相当牛批，看起来设计很简单，但这车给人的感觉就是相当高级。第一个跳台稳妥通过，速度也非常快，连续障碍物过得非常丝滑。即将来到第二个跳台，可以，依然很稳妥，我去，甚至还来了个漂移，严重怀疑这老哥是专业选手。最终用时39.2秒飞越终点，相当不错的成绩，慢放中明显能看出这车的用料相当的扎实。接着上场的第十八号选手将是重磅炸弹，至于为什么往下看就知道了，他们这辆车的用料全是用的家里的闲置物品。说到闲置，让我想起最近大家都在用闲鱼卖闲置，很多是九成新甚至全新未拆封的，价格特别划算，我也经常在闲鱼卖闲置，点链接搜000闲鱼就可以找到我。前面的跳台和连续障碍物都完成得很好，接着来到第二个跳台，好家伙，飞得很高，不过没有翻车，前面即将到达终点。我了个去，好家伙，这大哥也太猛了，直接给终点都撞倒了，现场的观众直接沸腾，实在太好笑了，这绝壁是历史第一人，也肯定会成为肥皂和名场面之一。驾驶员鸡哥表示太 happy 了，下次还要撞。接着继续第十九号选手，他们的设计像是一辆老爷车造型，车身相当的宽，第一个跳台没有出问题，连续障碍物这里也没有意外。接着来到第二个跳台，这辆车貌似是装了避震，落地非常的稳，这种选手显然倾向于拿成绩，我个人比较喜欢整活型选手。最终用时46秒到达终点，整车都很完整。接着继续请出20号选手，他们的车明显是房车，经过第一个跳台时房子就发生了裂痕，估计到终点房子肯定无了。好吧，话都还没说完就没了。接着来到连续障碍物，这里完成的还不错，即将来到第二个大跳台，这里也没有出问题，然后自信的冲了一波斜坡，最终用时56.3秒抵达终点。接着有请本场的最后一组选手，这是几个刚成年的小伙子，他们的主题灵感是航天火箭，刚出发就摇摇晃晃，看来练习时长没满30个月。经过第一个跳台就直接发生了翻车，不过问题不大，还能继续上路。后座的小哥好像是摔怕了，选择在前面带路，尽管队友帮忙清理障碍物，但还是过得很焦灼。前面即将来到大跳台，好家伙，这波竟然还给他稳住了，666啊，不过车子好像坏了，于是工作人员帮忙推到了终点，总共用时1分59秒，可以的，成功拿到了本场最慢成绩，第一次参加也算有所收获。好的，那么法尔肯堡的所有选手都已展示完毕，现在揭晓本场的前三名选手，第三名是十九号老爷车，第二名是十七号红牛战车，第一名是四号我也叫不出来什么车的车。那么你最喜欢本场的哪辆车呢？